真的是巧啊，我刚刚从宝庆路眼科医院复查出来啊，因为今天早上医院里面复查的人太多了，检查都没结束，下午还要做检查，再给报告给医生看。我自己在淮海路这里兜一兜，想吃顿中饭的，那么巧碰到一个看我视频的粉丝，男粉丝啊，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我请你去吃饭去，兄弟啊，我就请你在光明村咱们吃顿中饭啊。耶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哟，人蛮多的嘛，那么多人排队啊，都是老叔叔老阿姨。那这里还有那么多，这里是两边排队啊。哎，两边排队都是通的了。哎，通的。那我们要排的话是排在最后面了。哎，在后面要排好老长时间。那我这个光明城我们就算了，我下午还要再看眼睛了。再吃什么？鸡翅啊。什么牌子啊？ Posta 我也叫不了。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去看看，这里人太多了。技能排成那个。嗯。过来。这个光明村老字号生意是好。现在也没有到国庆啊，就是。双休日。啊，也不是双休日，普通的日子，不得了。哦呦。干洗多牛。嗯。要命了。听说排队加是要排队。还好今天天气不是很热。往年也没。天气热的话排在这里时间长了要中暑了，而且都是年纪大的。这个要排队吧？这个也要排队。也要排队啊？这位大哥一人少点的。啊。来，这两个字。好，我前面拍过了。那咱们是这个。啊。这里好多了人。这里就是鸡翅的对吧？嗯 ，Post。兄弟，你是上海哪个区的？浦东新区。浦东新区啊？嗯。啊，你是浦东本地人？哎，本地人。浦东哪里啊？外高桥。外高桥，哎呦，那么巧，有缘分啊。嗯。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我想请这位兄弟的，但是吃这个要会员的。这个兄弟说他有会员，他请我吃。然后点击看看你们的积分没有？积分我看一下，谢谢。你看光明村外面排队的那么长了，排到路口了。兄弟啊，你不要说不好意思。没事的。本来是我请你吃的，我没有这里会员卡，你有会员卡，怎么不好意思呢？不是，我是东道主哎。你们这样想的，我是东道主，行吧，行吧。鳕鱼汉堡，味道鲜美，好久没有吃了，多亏这位兄弟请我吃。三口并两口啊，一大半已经没有了，刚刚想起来稍微拍一下给月月看看。来兄弟，我们干一杯啊。啊，好的。虽然不是酒啊，你眼睛早就看恢复啊。啊，饮料饮料啊，谢谢啊。我谢谢你，兄弟。你谢谢我什么了？我谢谢你能见到你，我老开心了，老激动。我谢谢你请我吃。那不用了，这点没小意思，没事了。大家祝你眼睛早日康复，然后好好养病，然后呢，祝月月早生贵子，到时候来吃红糖，那个叫什么？红鸡蛋啊、哦，别忘了。谢谢。以后有机会我带月月来上海。哦，双手双脚欢迎。但是最近啊，兄弟，最近可能来不了，因为最近的时间比较关键期，他好好要在苏州休息休息，好不好？好好让他好好养身体啊！啊、嗯、啊，总会有机会的。哎，有机会，有的是、嗯、有的是机会。啊、嗯，前面我和这位兄弟吃汉堡的时候啊，聊了一下，这位兄弟比我大个几岁，条件不错的，但是到现在单身未婚。兄弟可以啊，兄弟心态好，啊。心态好，心态好，是不是要求太高了？不是，缘分还没到，是顺其自然嘛。顺其自然。对，缘分到了，自然而然就来了。你是不是也想找浦东本地人？暂时没想。暂时没有想。啊，没事情。总归上海人为主。兄弟，你条件好，对吧？因为这位兄弟是浦东本地人，动迁，有动迁房的，对吧？几套就不说了。
有动迁房，条件是相当不错的。败家，我感觉败家这个人确实跟他接触下来以后，感觉他这个人真的很不错的。其实大家要去理解对方一下内心的世界，然后败家是很棒的一个人。嗯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我人总归不管怎么说，我人还可以过得去，可能没有我老爸老妈那么本分，那么实在，但是总的来说还可以。败家这个小伙子很帅，长得很什么？很帅，很帅，帅哥。老了老了老了，我们两个相差几岁，老了老了。我们感觉好像我们都上年纪了。我感觉好像不太成熟，他比较好像我是，我好像看上去像小朋友一样。你呀、啊？哎，笑吗？你喜欢你喜欢笑呀？兄弟，你看过我父母视频吗？看过的啊，看过的对吧？败家的父母和他的父亲也是很棒的啊，虽然没有接触过，但以后有机会会去看看他们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嗯，以后如果我父母来上海的话，啊，没问题，我会来招待他们。来，我们招待你。招待没事没事。兄弟啊，我什么时候离开上海？我下午还要去看医生，我看医生怎么说？复查的话，苏州能不能复查？能复查的话，我就可能就离开上海。以后我来上海，我请你吃火锅。我请你吃，那个你往美蛙，啊、就是火锅。啊。啊然后是网红火锅吗？网红火锅挺好吃的。好、啊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吃。好的好的，可以。嗯。然后呢？最好呢，以后把月月带上，咱们一起去吃。啊，月月以后看明年吧。好的，看明年。嗯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感觉对吧，这和败家聊了那么长时间，感觉下来他这个人对吧，大家你去接触他一下的话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。其实他不是说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不好的一个人。如果你们可以去了解他一下，内心去。想一下，那自然而然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 very good 的人，好帅，好帅小伙子。然后呢，和他聊天，反正就是像家里人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很温顺的。啊，对吧，大家对吧，能干什么？其实呢，大家如果感觉到就是败家好，你们也可以来和败家约一下。啊今天我们两个兄弟啊，我们真的是缘分啊，碰巧了啊，在淮海路现在，我以为淮海路现在蛮冷清的了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么热闹，正好啊，前面照过了，正好你兄弟你眼睛尖，你看到我了，败家一个啊，这位兄弟是在马路对过看到我的，我是戴着墨镜，我也没注意，马路对过叫了我一声啊，我看到这位兄弟了。之后我们就碰了面，聊了一个视频开头。最后再来几根薯条。前面和这位兄弟聊了半个多小时，经历差不多。我和这位兄弟都是这几年，最近的四五年，都是躺平在家里面了，躺平一族。所以说我们两个有好多好多的共同话题。对呀，刚才老了，对不对？兄弟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侬刚才有道理，没得滚，是吧？我们两个现在是一类的。但是这位兄弟比我更加自由一点，他是单身，我现在不是单身了，到了明天要做爸爸了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败家啊！谢谢这位兄弟，谢谢这位兄弟。我下次还要带败家去看足球去了，准备你们去吗？约个时间。啊，兄弟，你是球迷啊？哎，球迷，海港队的球迷，上港。啊，上港啊？嗯。哦，不是申花球迷啊。申花也还，就是还是还可以，主要是海港球迷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喜欢海港了。啊，是的，祝他们今年能夺冠，加油海港必胜。哎，兄弟，我现在足球不大看，现在海港现在联赛第几位啊？现在排名第一。啊，现在第一位。第一位，对啊。领先第二位几个？领先第二位9分。9分啊？还有几轮了？还有5轮。啊，5轮，9分，那基本上稳了呀。啊，应该稳了。啊，是11月份收官了。哎，收官，对。啊，收官在你和我一起去看吧，到时候。我跟你，11月份找个时间。
我来上海再复查的话，啊、没问题。啊、有机会一起去看。啊，好的。现在上海的主场是在浦东那个。啊、浦东那个上汽足球场。啊，新建的嘛。啊，新建的。啊，那个足球场建好以后还没去过了。哎、啊，对对对。据说老白的股东。据说是建设的相当好。全亚洲最好的。全亚洲最好。啊，是的。英超嘛，那不能比啊，英超也基本上差不多。啊，全亚那可以，那十一月份就见证你喜欢的海港。啊，咱们一起为海港加油啊！啊，可以。海港必胜！叫一声，大家。海港必胜！好，优秀。中饭吃好了，因为今天外面紫外线还是太厉害了，会从这个眼睛的当中啊，穿到我这个右眼里面的，照着这个右眼里面相当的不舒服，还是要当心点。请问这位兄弟说。买一顶帽子，正好来到淮海路这里无印良品，选一顶帽子，就只有这种帽子比较适合我。他们下面这种都是，对，我要的就是这种，前面遮着就可以了，下面那个都是黑色、黄色。啊，这个是黑色，这藏青色哎。这颜色可以了。那这个黄色啊？怎么样？黄色，我照照镜子。照一下镜子里的自己，黄色是不是有点浅了，兄弟？败家这么漂亮，这零个零个零个零，可以啊，零个。这个黄色有没有点老气啊？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。你觉得不满意吗？再来，你给我这个上青色看一下。上青色，又零个零个，这个。你怎么都攒的了？这个都攒的。他去做明星了的话，他可以出去做明星去了。好像我感觉黄色好一点，黄色啊，嗯，黄色好一点，就我买这个黄色好的，黄色吧，黄色多少钱？198，哎，198，198，我考虑一下吧。啊，我要买我198，我请你没事的，你请我买，啊、我请你一个，不要，那个再欢喜吧，就搁这好了，我就拿这个黄的，哎，就那搁这。我自己买，哎呦，没事的啊！你请我买。来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东西吧。这个放。弄灰色搁这的吧。我拿黄的。黄的是吧？啊，好啊。兄弟客气。偶遇的有缘兄弟。还有198的吧？198是吧？对的，198有。嗯，这里走，出去。哎呦，那该不要放心了，反正。我不是要记在心里，兄弟。不用记的，记在心里。谢谢兄弟帽子。大心啊，没事了。